餐厅。哎，这不是我餐厅，这是我家。啊。来看我家，来。那你想要点早餐，好吧？你介绍一下这是啥？鱼，蒸鱼。这个鱼用盐和酱油腌一腌，用干面粉铺一下，然后煎，两面焦黄。对对，而且这个呢，底下特别好吃，底下。这个呢，皮好吃。这个是啥？第二份这是啥？第二份这是这个贝壳。嗯。这贝壳呢是清蒸的，也是清蒸，水泡。这个白灼。白灼。用清水煮开。张开嘴巴就 OK 了。然后呢，要是是烤贝壳的话，就需要要盖上一层锡箔纸。要是要烤贝壳啊、，Thank you 烤。烤鱼的包锡箔纸是最好吃的。你喜欢吃的是鱼皮，我就知道，对吧？这是芦笋。芦笋不是竹笋，芦笋的话，我撒了点酱油在这儿。我们也是清。水捞的，还有这个红的，这是啥？红的草莓。这一大盒怎么就变成这点了？我吃的。那个地方是李小妹的调料的地方，调料哈。现在介绍一下，二十度。二十度温度。刚是二十度。现在是20.1。现在20.1。刚刚是二十。现在是20度，刚刚是21度。这是李小妹自己设计的餐厅。你看，这不是餐厅，跟你讲的一万遍了。房子。这里面呢有个发电机。还有发电机，这是你的行李箱还是你的发电机？哇，里面还有什么好吃的？我里面还有奖章。哇，厉害厉害。我接受了挑战，我第一次能写到166。我5分钟就做完了。请问味道如何？哎呦，你的脚都拿上来了，吃饭人把脚拿上来了，保持干净，保持卫生啊。我这脚哪里？你的裤子，你站起来一下，好酷哦。还有一个洞。你的裤子给大家展示一下，对，好酷、哦、太时髦了。就手上那种烂烂的裤子。阿面大姨妈喜欢穿这种洞破洞裤哈，对，来来来，她最喜欢买这种裤子。这种裤子贵不贵？当然便宜了。便宜啊？当然便宜。裤子不好卖，就破了嘛。哦，是这样啊。阿姨妈给妈妈买了一双好裤子。哎呦，好吧，你继续吃吧。你吃贝壳，给我们看一下贝壳是怎么吃的。我咋了？这太小了吧。起码我在爸爸家能吃到这么大一个贝壳。这太小了吧。用叉子吧。要不用手抠。手要保持干净。丁丁很好吃，这个丁丁。对。这是。还没有进嘴巴吗？动作好慢哦。好吃。那你放壳的地方，在这儿。哟，放到里面去。继续再来一个，哎呦，这个肉。我。贝壳怎么长这样？哟，这是双贝壳，赶紧吃。双贝壳。对。怎么世界上面还有双个贝壳呀？
拍完了哈，要给大家说再见。嗯，陈老师。谢谢观看，谢谢关注。都没拍完。还没拍完啊，我的锅要糊啦。拜拜。拜拜。嗯，要说感谢上帝给我们美好的食物。谢谢。谢谢大家，拜拜，大家感谢上帝。嗯。我还没说完呢。感谢上帝给我们那么好的食物，拜拜。嗯、拜拜。看着上帝的，看着镜头啊，要笑啊。嗯。要看着天上，天上有上帝。嗯，好。上帝在天上，不在地上。嗯，对的。拜拜，对了，这个拜拜也做得好。